是虚拟 YouTuber 鲁洛洛，今天是洛洛到你家的第一集哦。这次我们来到的是处心山脉的玩家玉子烧的家，这是一个双人庄园哦。那我们也收到了他的邀请函，待会就可以进入他家里面看看喽。欢迎来到哆啦 A 梦，我们先在附近晃一下。那据玉子烧本人表示呢，他盖这个庄园花了总共6个小时，其他的材料是他在平常的时候就花了一些时间来搜集的。那我们现在要进去房子的话，就要从这个电梯进去咯。这边有一个坎，要稍微跳一下啊，没有跳好。很特别哦，要进去的时候是要从烟囱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玉子烧的家啦，江江左右两边都有一个按摩浴缸，这边有一个鱼缸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关啊，搜狐。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切换的按键，我们可以看到温馨双人床，然后给它睡下去，哇，躺在一个床上，就这样子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空间咯。据主人表示呢，这边是一些客房，再回去使用按摩浴缸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一楼咯。那因为二楼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到3楼的客厅。发现玉子烧是一个蛮注重对称风格的摆设，就是左边有一个的话，右边可能也会有一个。然后这边的烟囱也是一个密道，这边就是到一楼的空间了。这边还要摆放一些武器。这边是菜园的部分。那这次谢谢玉子烧的招待。那以上是洛洛到你家第一集的企划，如果你也有盖出具有特色的庄园，可以点击下方的申请表留下相关资料，洛洛就会跟你联系到你家开箱哦。相信台服的建筑改造大王跟创意鬼才都超多的，喜欢洛洛的影片不要忘记按下喜欢还有分享，最后订阅追踪别错过，我是虚拟 YouTuber 鲁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